生气吗？第一次见你，你把菜摆成这样，我都没有生气。你看，当时我在想，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人？奇怪中又透着些许有趣，竟让我生不起气来。你是谁家院人？窦少主。阴差阳错，我们成了亲，你却误以为我要死了，竟还给我披麻戴孝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！我的胃病还不足以要了我的命。后来我答应你，会设法送你回家，可在单川时，你说等回济川要找一个两情相悦之人，那时我才明白，其实我希望你往后的日子里，也还能有我。希望那是一个我喜欢也喜欢我的人。我输了。所以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在这样周而复始的流年里，我的眼里再也容不下别人，和你这样平淡的生活也不觉得乏味。你觉得这样的答案满意吗？勉强凑合。